来，师傅。红千红，姑娘，你的菜。会不会是你一时看走眼了？不会，我向毛主席保证，绝对是他。啊，胡军，黄俊宏回来了，是胡胡在饭店碰上的，后来没跟上。我感觉他不会错。你是说黄君宏和这批毒品，在这个时候，在青台避开机场和海关，像是从其他地方入境，坐汽车进来的，极有可能这批货是他带进来的。胡局，你的意思？哎呀！我给忘了，怎么了？饭，我买的饭全都忘在饭店了。5月14日，星期一。多少？125公分。把放大镜给我。
外围痕迹该做的都做了，你过来吧，毕哥。辉子，你看人不会错吧？有一个线人叫花蝴蝶的，在海边被人害死了。虽然尸检报告还没有出来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他是在海边钓鱼的时候被人袭击致死。还有一个情况就是，老魏昨天刚刚和他碰过面，给他布置过任务。对方好像有些肆无忌惮了。我决定先把 A 组撤下来。那大正公司的监视点呢？大英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我们找不到确实的证据，我们是不可以动外伤。他现在就是买一张飞机票飞走，我们能拘捕他吗？不能，只能眼巴巴地看着。我们 A 组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证据。就对手的作案能力，他会给我们留下把柄吗？机会可能性太小了。我在大厦的门口又装了一台监视器，如果他要离开大正公司的话，我就找局里退休的老刑警，找几个人专门跟踪他。把 A 组调回来，回刑警队，集中力量撕开伪装，一定要把毒品和幕后黑手给他揪出来。从花蝴蝶的死可以肯定，凶手就是青苔的地头蛇，他们的底都在刑警队里。组织人找黄娟红，他身上背着这批货。我可以两头都不丢下。当然，两头都不丢，主要侧重这批到青苔的货。一来呢，这是急件，上头有传真情报，领导又催得紧，他们不会给我们留太多时间。二来，抓黄军红这头，如果黄军红和大正公司真的有关系的话，我们抓黄军红正好可以顺藤摸瓜，那也是一举两得。那我服从胡局的决定。不是撇下一组，
是找到上华山的另一条路。正在城楼观山呢。他们在黑虎峡折腾挺长时间，把花蝴蝶怎么整走的？好像是船，他们开了一艘海兔子。你在那儿没看着完？来了几个钓鱼的，我怕暴露，就先走了一会儿。不会出什么岔头吧？你给我闭嘴！又他妈胡说！都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人到黑虎峡去钓鱼？你就编吧，啊！你这个不老实的劲儿啊，早晚得吃大亏。大哥，我可从来没跟你说谎，我敢发誓。行了，行了吧你。我有一种预感，刑警队那帮小子会找前天打仗的那帮人茬。为什么？哪那么多为什么？这不过是一种感觉。不过，青苔这儿清闲的出奇，是大连那帮子小子屁股擦不干净，恐怕就会扯出打架的事儿来。你这样，给哥几个发点钱，
叫他们到外地躲上半个月再回来。那给多少？给他们每人5000。啊，哎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是还像上一回一样从中间扒皮，你小心我把你的皮扒下来。跑的那个女孩，这个人呢，他有几次的贩毒嫌疑。之所以我们当初没有动他，是因为一来呢，他有外籍身份，我们当时手里所掌握的证据不足；这二来，我们早就有放长线钓大鱼的目标。哎，这个可不是马后炮啊，这个是老局长在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这样设计了。这次他极有可能就是通报中带毒品的毒贩，所以如果谁找到了他记功，具体的数字我和老局长商量以后我们再公布。你好。喂，赵大英吗？忙不忙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也没什么事儿，只是想找你吃个便饭。哦，我在济南，我最近特别忙，咱们改天吧。忙，忙就好。5月16日。星期三，大哥，刑警队啊，在全市找那批打架的人呢，各派出所都派出去了，太悬了。大哥，这回啊，我真服了你了，
亏咱们呢把那帮人都调走了，要不然呢可惨了。他们在找人，这说明他们已经知道青台有祸了。你不是说和那个人联系上了吗？怎么还没动静啊？哎呀，我们要快，免得夜长梦多啊。按理说应该来电话，大连那帮人不在青台了，不会有下家了。那就快找啊，想办法把人撒出去，越快越好。哎，有没有人呢？哎，有。哎，二位住店呐？是也不是？经理，要不先来看看吧？这干不干净？哎，挺好挺好，里边看看。带我看看。不住不要紧的，里边坐着。李姐，我让你帮我打听的人，你给我问了没有？谁呀？啊，等等，我这就出来了。大哥，这间一般，要不换一家？哎，二位，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一片啊，就说我们于姐儿干净。那要到了旅游季节啊，那人排队都排不上。阿姐，我说你打听了没有啊？问了，都说没看见。你说的太笼统了，也没什么特点。你再说了，她就是穿个像个有钱的，那么有钱的女的，她能住咱这吗？你也找人？是啊。你找什么样的人？是男的还是女的？那你还能帮我找啊？那可说不上，兴许你要找的人啊，我们就认识。你认识？别扯了，你是派出所的？倒不是派出所的，
可也差不多。哟，是警察呀？那兴许知道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济南呢，我表哥表嫂两口子干架，说跑到青台跳海来了。你们那儿能有这种人？那你怎么不上公安局去找，上旅馆来找呢？你以为我傻呀？那真想死，还能告诉家里人到哪跳海啊？出来玩来了。那你表哥的经济状况如何？可有钱了，开汽修厂的。有钱？有钱的不能住这样的私人小店吧？那要住大酒店，不就好找了吗？她丈夫不就拉回家了吗？哎，我说二位，怎么像审问犯人一样问我？啊，没，别误会，我们也找人。犯的什么罪啊？我们找人也不一定就是罪犯。啊，有人报失踪，让我们协查。哦，玉姐，你看我警察干的一样的活，你们找谁啊？我帮你们找找。你不认识？这两天啊，我天天跑旅馆，人见的多了。有照片吗？拿来我看看。还真没见过。好，那就不麻烦了。如果看见这个女孩，记得有人打电话。好。这个女孩是肯定挺重的，要不不能让打110。肯定是。那天啊，我一眼就看出那两个人要来冒功领赏。他们说你调走了，让我把什么话都给他们说。我傻呀，我怎么的也得等着你回来。他们说的没错，我的队长职务是给免了，这是真的。别呀，别泄气呀。今天小弟让你立功，那队长位置不就回来了吗？这跟我们一样。前几天我那些兄弟们总想把我的师长给撤下来，这个我懂。甘守伦，你不用给我上课。我问你，在青台买货的还有谁比你做得大？要不说我冤呢？青台的大买卖轮不上我。我就在歌厅里边溜溜，卖点摇头丸，海洛因也轮不上我。后来那次出事以后，那次是哪次？说清楚点。就是那次你们警察和毒贩爆炸那次。青台市面上
就没人敢伸头做白粉了。有人需要那玩意儿，市场需求也大，我就做了点白粉。这个女孩，说说这个女孩。这个女孩，她自己说她自己是日本人，中国话讲得好得很。她也没拿着货呀，我还以为她想买便宜货，结果你们警察一来，她就跑了。我一门心思的想，不让你们警察给逮住。其他人我也没注意。那别的买家，你有什么线索？还真没有。干什么？你听我说，先不说你让我们立功的事情，单就你，你说你是初犯，第一次贩毒，让我去跟人检察院的人说，那也得找出在你之前青苔的毒贩是谁啊？没有这些，人家怎么会相信？甘守伦，你说你让我立功，我谢谢你。可这件事情不完全是我立功的事，也关系到你自己。找出重要线索，你也有份儿。你们说的我都知道，可是我不能瞎说。我这样说，你们一落实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们的交情不就完了吗？甘守伦，你自称是赵队的哥们儿，是哥们儿就不能蒙哥们儿不是？一定要照实说，啊！哎呀，难度就在这儿。甘守伦，既然你说是我的哥们儿，那么我们就像哥们儿一样的说话。知道什么？说错了没关系。哎，这是你说的啊。万一有什么问题，可不能说我唬你们啊。只要是你知道的，不管实不实，你都可以说。说错了，你甘守伦有言在先；说对了，功绩照样是你的。我问你，在青苔大的买家还有谁？出面好像是个姓肖的，后边好像有一个开公司的老板。这个人你见过吗？哪有那么傻的呀，知道姓什么我就算厉害的了。这伙人有命案吗？听说他们在大连的时候和人家动过枪。哦，我认识花蝴蝶。死了，被人注射过量的海洛因整死了。会是哪伙人干的呢？那就是青苔来了大批的货，不然不值得下那么重的手。一般出这么重的手，都是为什么？叛徒，给你们当特勤的，都是用这种方法。
李队，会不会是胡编剧看错了？再想想，看看会不会有落下来。没有，我们划定的区域不是在工商登记的，都查过了，没落下。要是看错了，上哪儿去找啊？眼花了也不一定。他不是说当时就跑出来，根本没找到吗？要不这么，咱们先回去，跟其他同志碰一碰。哎呀，碰完了没找着人，当面谁说呀？那可是大猫的妹子。
他拿走把人漏了，我饶不了他。吕队，你放心，我们组不会漏下，他只要在我们那片，我保证他跑不了。他要是根本没这个人，你跟我发挥也没用啊。白小林，你跟我说话呢？啊，我说你几句不行了？